朋友，我一向如此。快开打喽！十秒。需要协助。绝不迟疑。诅咒你。好的。你的时期到了，杀出一条路吧，让这里的烈火将你烧成灰烬。その程度か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协助。选择天赋痕，是不是有人跑了？嗯，也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我之共鸣，很快祭坛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抢先占领祭坛。我的攻击招招致命。终于出现了，各位英雄，占领祭坛，动作快！西贝，滚出我的地盘！明白。哎呀，不过是皮肉伤罢了，准备受死吧！有点用。很好，英雄，启动塔吧，全部射击。啊，我明白了。选择天赋，众灵指引我们。
供你的要害。没问题。很好，让祭坛升起吧。你的时期到了，绝不迟疑。占领祭坛的人就能使用它。我说的就是你。这个祭坛是我的。没问题。希望刚刚那下没让你失去记忆啊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协助，看来你吃的苦头还不够多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协助啊，我明白了。诅咒你！借来吧！明知道骗我，不让这片大地。你小伤，口水涂一涂就好了。是不是有人跑了？啊，也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祭坛，新的战斗。我在另外一边也是有好兄弟的。再来啊！各位战士，啊，谁回来了？快点跟上大家的脚步啊！尘灰烬。就绪了，在绿芽王的爪牙赶到之前，占领祭坛。我用求主人的呼唤，永远九多的杀得漂亮。我们合作无间，我会消灭绿芽王。我得暂时撤退了。你的伤势很重，快去治疗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协助。好的。我的攻击招招致命，绝不迟疑。选择天赋，
然再次出现了。别担心，你很快就康复了。就是这样，打得漂亮。是不是有人跑了？啊，也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人头可以拿了。美魔族，别让我失望。消灭那个英雄。众灵低声同违抗绿妖王的人。都要受尽折磨。啊，看看是谁回来了，快点赶上大家的脚步啊。盟友需要帮忙。各位战士，你们打得很好。自行恶果吧。内，起来吧，保卫这片大地。可通往战场中心，好好利用它吧。哦，我的英雄也会获得这份大的魔咒。我的攻击招招致命，做好准备，祭坛从迷雾中升起了。快，别让绿鸦王的魔爪燃指祭坛。起来吧，巨师！守护者，诺恩罗，亚王无法阻止我攻占这里。别担心，你很快就康复了。我方摧毁一座堡垒，准备开火。做得好，又一座塔纳入指挥，让绿鸦王尝尝我的力量有多厉害。就会是我们的了。哦，赞哦！我们占领一座塔了，六座塔都是我们的了，准备开火！一座堡垒没了，绿鸦王的英雄占领一座塔了，祭坛又出现了。快占领他们，英雄！我们的盟友需要协助我们。
们的塔会击溃掠鸦王。希望刚刚那下没让你失去记忆啊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协助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协助。哦，选择天赋。我的心灵变得更加浩瀚。可恶，我们失去一座堡垒了。滚出我的地盘。说我的时候未到，绝不迟疑。啊，看看是谁回来了，快点赶上大家的脚步啊。之前占领祭坛，开火，消灭掠鸦王。